画面中可以看到小客车旁一名男子坐在地上扶着自己的腰不断哀嚎，迟迟站不起来。警方到现场盘查，竟然发现这名驾驶车上藏有毒品。新北市三重日前警方巡逻，发现这名驾驶行迹好像很诡异，怪怪的。上前盘查时，这驾驶疑似心急想逃，结果自撞路边九辆车。警方马上上前，这下想逃也逃不掉。男子就主动交付了毒品、海洛因20克，乖乖就范。而为了躲避警方，结果真酿成自撞事故，这下不止被逮到，要被依法送办，撞上路边九辆车，这赔偿责任恐怕也是逃不掉。